是海洋，我仿佛感觉到海洋在我的口中炸开。哦，幸福的表情，幸福的表情，超级无敌肥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走着瞧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。我们今天到了涩谷的西武百货，要来吃回转寿司、博美登利。这家店很贴心，是用 iPad 点餐，可以看到有分价格，跟还有握寿司，然后还有手卷寿司跟其他寿司可以选择。如果啊，你没有做到像我们一样有桌子的位置的话，就要靠这个菜单来点餐。我们来到的这家美登利呢，也是 CP 值非常高的回转寿司哦。另外可以看到，因为它这边啊座位数非常的多，所以翻桌率很快，不用等太久。那记得那个取完之后要按什么东西？回去吧。买不下喽！一次点太多，下场就是这样子。哇，真的要赶快吃啦，否则等下就不新鲜喽。那我现在要吃尾鱼最肥最肥的地方，好多肉啦。幸福的表情，幸福的表情，超级无敌肥的，马上在嘴巴里面化开哎，哦，真的超级无敌好吃的，赞赞赞赞赞！哦，这看起来这油脂真的不得了，真的。哦，好软，它一吃下去，整个融化在你嘴中，所以它的脂肪吃起来油花非常温润，好吃。接下来吃这个非常非常贵的海胆，一盘500块。新鲜的海胆哦，就是吃起来没有腥味。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有没有腥味吧。哦，完全没有腥味，真的是高级的海胆，好吃。哦，是海洋。我感觉到海洋在我的口中炸开，对，真的没有腥味，好新鲜哦。这次吃特大的红虾，你看多么大，有够大吧，对不对？吃好了。哇，好慢，好慢。嗯，看起来就好爽。这虾子感觉还活着哎。干杯，我来喽。这个又 Q 又软，还可以吃到海鲜鲜甜的好肥的干贝。我们这次点了豪迈的20盘，然后吃起来一个人大概3500块纸币。哇，吃的超饱超满足的。以上就是位于涩谷的美登利回转寿司的介绍啦。我是包博，我是文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